大家好，我是老狼，旁边是小五，现在网名叫啥呢？流浪的东湖小五。这个起的，这愿意下回愿意起名，这个起头。这两天我直播间这边疯了，全流浪的这，流浪那的。哎呀，这两天吧，在家也没有什么可拍的。车呢又装个行李箱，车里边基本也没弄，因为在家要用车，就没把车里边过分改，而且还不知道。是自己出发，还是带着媳妇儿或者带孩子出发？说这车里始终没动，然后这两天带着岳父去医院检查身体，胃不大好，说今儿检查出来有2个溃疡，然后买了些药。小五这昨天又过来的，小五那个要改个电，然后主要是过来帮我把我那空气囊。我装那个空气囊不是水箱那大水罐出水罐，让我装到屋里了。后来我发现那东西吧本身并不散热，它那个保温做的挺好，而且搁我那屋里挺碍事。水泵循环也不是那么好。我小五过来帮我把那个水箱还有水泵挪到那个空气囊主机旁边去，这样的话循环得好一些，然后。我那屋里边还能省出一些空间来当仓库使，能放些东西。再有就是把这个电，我们家电得弄了。我媳妇儿那有个电动汽车，电动那个50mini，安一个充电桩，再把我们的空气能，用电属性改一下，要不然，全用那个7毛钱一度、7毛多钱一度那个也有点用不起，改成风谷电价。因为我们冬天空气能主要是后半夜费电，大伙儿知道这东西到晚上没什么阳光，没什么光啊，最冷的时候，那时候空气能也是最全力运转的时候，然后那时候也最费电。把这个电改成风谷电价，然后家里头房前屋后弄一弄，基本上都就可以出发了。要不然总会有人说，家里有啥事儿就赶紧不出来，我比你还难受呢，真的。我为啥说那个自己难受？但一回到家的话，热度也没了，直播间热度也低，然后那个视频也没有收入，直播也没收入，我更着急出去。但是你再着急，你家里边不弄好了，你出去。也是不行啊！你说都指谁弄？让我媳妇一人弄也弄不了，好些东西她也跑不明白。慢慢这两天弄好了就完事儿了，然后车这也得轻微改一下。迷你的电动桩是380的吗？不是，都220，它功率小，还拿什么电桩了？那迷你的啥呀？送那个电桩就是一个充电器，一个插座，那头插座啊，插座啊，这头往那个车上一插，然后就充电了。大型的充电器呗。是这么猛的吗？手都伤了。刚才那车多悬。吓人呢，嗖一下都上来了。幸亏开的慢，呵呵，开的快就过去了。对，没毛病。开的快就直接就过去了。后边买了几根管，刚刚正好去医院，回头买了几根管还有管件。这两天我跟小五把那个挪出来。其实我们农村挺好，看我们这边晚上的地，两边那个玉米地、花生地，但是我们这边种的东西比较少。主要就是花生和玉米，我们这都叫苞米，不叫玉米。我怕你们听不懂。山上基本种的全是花生。还有个笑话呢，早些年，从那个黑龙江那边过来的一些朋友，到时候吃花生，我说带你去地里拔花生。他说怎么上地里拔花生？花生不在树上结吗？我说你是怎么想的？为什么想花生在地上树上结？他说花生后边有个小尾巴呀，它不应该在树上结的吗？我说不是在地里边结的，
然后带他去地里拔花生，才知道啊，原来花生是在这儿长的。他因为一直以为花生是在树上结的，所以说那个教育啊，还要让这些孩子得那个不能四体不勤五分呐。好些现在的孩子，你问他地里的这些庄稼，真都不认识。这小车哎，什么车？电动啊，驱动轴吗？不是，跟小型 ATV， 小型 ATV。现在谁弄那帝豪？嗯，那弄的什么种花生的机器？电的。大贺那谁要大强他们占了？连四姑坐上了，就去完往前开。是油的，是电的？电的，电的充电，可以。菠萝长树上的蜜。然后今天我还有一个大哥，北京的大哥过来了，金波大哥，给我送了，原来看我有车床，给我买了，给我送了一堆那个瓶口钳啊，卡盘啊，还有一些量具，就是内径千分尺、外径千分尺、卡尺等等的。好多尺也给我送了，100多斤，今天开车给我拉过来。昨儿来也没焊这样啊，你看这地啊，地焊过啊，这里边火煞。今天下午有雨，有雨啊。现在我估计该到了，他等咱到家，他也该到了。他那会儿到绥中服务区，搁服务区，绥中服务区离绥中10公里，绥中到我们家25公里。30多公里，只不过那边不限速，那边随便跑。大哥开的是一台黑色的普桑，到时候来我还得给改个床。普桑那个，看看那个改床什么方案吧。走，开车。